大訂，我終於係啊！大訂，第一次聽叫大訂，係啊，過咗大禮，咁就誒係咯，嗰一排就要籌備大禮啊嗰啲咯，所以就之後先再彩排，所以係好開心嘅，好熱鬧嘅當日。咁啊，係咯，見到Steph 屋企人同埋我屋企人啊，大家都咁開心，咁啊喺呢啲環境有啲喜慶事啊！是不是有些計劃趕不及變化，自己又有些變化改動的 wedding 那裡？是啊，因為之前就想著 在酒店裡擺酒，現在就限聚令的關係就要延遲了，未知道可以延遲到什麼時，但是我們都希望在原定的結婚日子都會行禮簽字，即是做了這些儀式。那我想這些都是家人幾個朋友，即是小小地這樣搞的。